开始分连，郭晓明、赵晓明、王亮到。团政治处电教室。开什么玩笑？报告班长，我们三个一块来的。入伍前，我们在电视台工作。我是摄像的，我是录音的，我是剪辑的。你不是摄像，不是录音，不是剪辑，你们现在是练兵。我已经告诉电教室的蔡传道主任，让你们参加基层训练，别以为能逃脱得过。蹲下。高露林到。工兵营伪装连，你懂工兵吗？报告，不懂。蹲下。上面是怎么分的？我带的新兵应该去步兵连。王小虎、徐永昌到。机械化步兵三营九连是。终于有步兵了。朱浩到。团后勤处农场。难道你会种地？会，班长。那你去干什么？报告，入伍前在家看养猪场的。我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养鱼的。亮亮。到。机械化步兵二营神枪手四连。啊？你不想去啊？走。班长，我不够格吧？你哪有这么多废话？我知道，你有二级厨师证，炊事班缺人手，去给他们改善改善。是。这去炊事班班长？神枪手四连的兵要有兵的样子，哪有这么多废话你？别问。何晨光到。机械化步兵三营六连是。王一斌到。机械化步兵二营神枪手四连是。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在他们的意料之中。二连是。张慧玲成功。哎，我走了，兄弟，保重，谢谢。成功啊，你是咋的了？啥咋了？你咋没去神枪手四连呢？没看见九十环输了，没干过你了。何成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就占你一分钟的时间。哎，都敢。啥事啊？哎，你别。啥事啊？哎，啥事儿？你叫我来，你又不说话。何晨光，你为什么只打九十环？我迷眼了。鬼话！你迷眼了？我一直在盯着你，打最后一枪的时候根本就是故意的。我故意什么呀？你故意打歪，故意拖把，故意让给我。我没有。你再敢说你没有？我没有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再敢说你没有故意拖把，王彦兵同志，我最后一枪没有故意拖把。何晨光，你是故意的，我不需要你这么可怜我。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你需要别人可怜吗？我不需要你可怜。如果要不是你穿了这身军装，我今天能把你鼻子打流血，你信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身军装，我和你不会成为战友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打呀！继续给我打呀！心里没数了，我看你们，下次再让我看见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俩！滚！是。哟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报告！
这算是欢迎仪式吗？找谁？报告，列兵何成王前来报道。你就是刚来的新兵吧？是。请问，您就是六连三班的黄觉元班长吧？没错，我就是。班长。大家都出来吧，快点。来，我们鼓掌欢迎新同志。起。好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连新来的两位同志，王彦斌、连二牛，大家欢迎。班长好。班长好。解散。王一斌到。你的床在那儿。是。报告。班长，那个是我的床吗？啊，那张床是放应急物资用的。你的床啊，跟我走。是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千万冷静，你不要瞎想啊！我等会回来的，我回来我就说你。一会儿咱们连队就快集合了。你呀，现在不是在新兵连了，是在四连一班。来，这个臂章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跟你说，这臂章可是咱们团长特批给咱们神枪手四连的。对，只有咱们神枪手四连可以佩戴。以后啊，你就穿迷彩服，带咱们的臂章。行了，快集合了，我们两个就先走了。对，赶快啊！周，夹住。注意，刚才夹的咬铃啊，都掌握了。对，李总，枪口高一点。班长啊，炊事班在哪儿呀？不都在那儿吗？最后，那是炊事班。当然了。我的亲娘，炊事班也要这么练？当然了。二牛啊，神枪手四连的兵，个个都是神枪手，你以为就会上门做菜？是班长，俺明白了。走吧。是。老班长啊。新兵我们带过来了。啊，班长好，俺叫李二牛。哦，我知道李二牛，战胜自我后来这沮丧，你很不简单呀，不错，你很好。谢班长，那都是老黑班长还有俺战友帮俺。哎呀，学会低调做人是对的。哎，学会感恩很好，哪怕你装低调呢。啊，行。好，别套近乎啊。李二牛到，把行李放回宿舍，马上参加训练。是。好，很好。那个，你们新兵连的何成光啊，是不是分到你们一班了？别提了，去六连了。他怎么去六连呢？哎呦，关键时候掉链子。他不该去六连呀，他掉什么链子？哎，这新兵交给你了啊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嗯，好。嗯，你看，不要颤抖。不要抖，不要抖，一定要稳住！哎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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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哎，对，很好，坚持！哎，来来，枪口高一点。